没有切到空白啊？哦，我前了，往后了。往后。啊？往后是。往后移啊？对吧？正常蛮多的。正常多少？多一点，多一点，多一点。这样呢？可以了吧？好，可以压线了。啊？可以压线。压痕是吧？好，压痕。67，一边压几个？五个是吧？啊，五个。一边压五个。57。五个，那五个56。调好设置那个不设置？设置那个跟踪啊，那个自动啊，自动停啊，报警锁链，行不行？不用不用不用，不用了是吧？好，然后对对压对压，压对半。哟，好多的啊！对半。对，压中间路。67是吧？哦，67那3.3。对压，对压六十七。67对压的话，这个跟踪呢，它对压嘛，对压，跟踪还要啊？不用不用，要跟踪。67的一半，33.5。可以了。34.5啊，对的。3.5，对，后面也3.5，对对对对。这跟踪又不对了，跟踪不对了，这样不能跟踪嘛，这样不能跟踪嘛。
那个是那个齿轮哈，是齿轮哈。老板又说你没到那里又跑了，我你们这找找日子都没有。老板自己他那专业培养一个这样。把骨头弄来了，啊，把骨头，算你老来了，嗯，要是吧。好，汇标，汇标，汇标接一下。飞镖在哪里啊？啊？没有飞镖？这没有飞镖。哪里有飞镖？没有啊。